一海两把短剑，行不行？战人出了三把短剑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你干啥呢？要玩不应该是这样式的吗？你在干什么啊？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斩去谗言。放下过往。一会儿我跟你说，从你屁股后头出来5个人，直接把你掏死，不用你在那扭，啊？我给你大嘴巴子，戳平 A。全军出击。什么意思？那吃打皮吧。来了一阵风，回去了。一会儿给你蹬回去，我跟你说，没关系，不行我们就211，谁今天先走了谁就输了，知道吗？这不能先走。回去了，再见，划了你，戳一刀。中风。先把他收拾了。这小子应该马上从家里出来，我们吃完这层打皮撤啊。这我就管不了，这就没办法了，那就这样吧。中路变俩人了，可以，没有关系。我给你大嘴巴子，怎么感觉这个小子比我长呢？中风滑了，平 A 拖 A 走。中风滑了，戳。戳W给大 A 接戳死。中风。K 的四把人，谢谢 TT 舍林车，感谢舍林车的一个飞机啊！再见，回家了。但是差100块钱，我决定还是不回家，我还想再收100。有的时候，我想再来100。感谢 TT 舍林车的飞机啊，谢谢谢谢。这不行啊，这也没法回呀、啊。
这回可以回来了。五个亚索碰上五个药奥恶，那亚索应该还行啊。五个奥恩也不算特别厉害，其实还得是这落手狠。重方平 A 戳 A 走，重方点炎戳，哎呦我这宝的，那用得着跑那么快吗？滑了，戳，再戳，中风 A 接大招，戳 W， 中风呀，戳，再戳一上来 A 接中风 A 接 W 走，砍不死溜了 ，A 死了。你呀，还得是跟着我走，能有好吃的，知道吗？你来这个，并非来自拯救他们灵魂。干啥呢？哇！花里胡哨，哈哈。哎，我戳你的筋儿，居然没戳着。歪了，我可拆了啊，划了一手。你这也打不过我呀，你凭什么拽我呢小伙子？有筋儿，谁的筋儿？我看看，这拆塔拆的可挺慢呢。再见，滑了，疾跑开了，那不行，走不掉了。哎，死了，死了，来个盾弓吧。打他们家是不是只能盾弓？海妖厉不厉害？不要海妖了，还是动工吧。我们尽量是让对面呢别一块走，我们一个一个打，一块走没一个打。哎呀，你凭啥跟我打呀？还有你凭啥跟我打呢？给我中风。你让他们一个一个来行，要一块来呱呱呱一顿拉，我们根本就没法动，动都动不了。又来一个重翻，杀了三个，还剩俩啊，一个一个来。一
上来顿风 W A 接拖接大招拖走，再见。这人太多了，记住啊，这么多人我们一定不要上，给我发问号也没有用，我不带去。哦哟，哎，我刚才这个 E 为什么没 E 过墙啊？快跑，全是人啊，全是落手啊。我想 E 过墙，但是好像 E 不出去，这个墙好像有点厚。这个墙好像能移过去。漂亮！怎么的呢？给我上！拖一刀，几个人还有？对面还有三个落手啊！不用害怕，中路最多就俩，咱也不知道搁那装逼装些什么东西。咱也不知道装些什么东西在那里，你怎么你是很拽呀、啊？我杀十个治不了你是吧？我盾弓还没有呢啊，等一会儿。中 A 接拖线 ，A 接走。我一刀打吧溜没了，撤。那五打五肯定打不过对面，我已经能想到这种五打五的画面了。撤吧啊，撤吧，你一打一你肯定是打不过我。他们没有五个人一块来，他们一个人一个人来，那肯定不行。五个一块来，夸夸夸，一顿打。我盾弓还没触发呢，中风。哎呦，我说我低了。应该能死，还剩一个，剩一个，这血怒了，还行啊。血怒没触发，你给我打死他！你有红，你怕个屁！你给我戳他，他是个屁，他连个屁都不是！你给我打死他，有意没有？你给我打死！哎呀，来个啥呢？来个破败吧。这是什么英雄？这是艾翁。小龙，差60。60怎么办？哎，我看看这个 E 不过墙吗？他一过墙呢？
我想让影子过墙，我不想让人儿过墙，明白不？这三个人是想干啥呀？要杀我？死了两个可以接受啊，那个被他砸死了。哎呀，他不让我动啊，有点。最后出个右点的装备啊，来个死亡之舞吧，要不？他们全是 AD 的，他们小右一手。小鸡儿咋没戳着呢？你把上路推了，我在中路勾引他们，啊，勾引他们。给我中 A 阶戳，撇平的 W 的 A 阶戳，你知道我的虚区有多高啊？就是血怒触发的太快了，咱实在是没啥办法，你知道吗？这永恩硬件打得落手就不行，主要还是我们稍微有点狠，啊，队友其实没一个行的，正常五打五我们是必死。来四个水友吧，嗯，来四个水友，我也想来把洛克萨斯之手，我说实话，我也想来把这洛克萨斯之手。